堂呱呱老师有办法。Grandmother， 祖母、外祖母、奶奶、外婆、姥姥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grandmother 等于拼音 gr 加熟词 and 加熟词 mother。 grandmother grandmother 拆分为 gr 工人 and 和 mother 母亲，拆分为 gr 工人 and 和 mother 母亲。想象成奶奶是工人和母亲的职业是一样的。想象成奶奶是工人和母亲的职业是一样的。grandfather 祖父、外祖父、爷爷、外公、老爷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grandfather 等于拼音 gr 加熟词 and 加熟词 father。 grandfather grandfather 拆分为 gr 工人and 和 father 父亲，拆分为 gr 工人 and 和 father 父亲。想象成祖父是工人和父亲的职业是一样的。想象成祖父是工人和父亲的职业是一样的。grandparent 祖父、祖母、外祖父、外祖母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grandparent 等于拼音 gr 加熟词 and 加熟词 parent。 grandparent grandparent拆分为 gr 工人 and 和 parent 父亲，拆分为 gr 工人 and 和 parent 父亲。想象成工人和父亲都喜欢外祖父。想象成工人和父亲都喜欢外祖父。Family 家庭，采用拼音法，单词 family 等于拼音 fa 加拼音 mi 加拼音 ly。 family family 拆分为 fa 发， mi 米， ly 鲤鱼，拆分为 fa 发， mi 米， ly 鲤鱼。想象成每个家庭都会发米给鲤鱼。想象成每个家庭都会发米给鲤鱼。Those 那些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those 等于拼音 th 加象形 o 加拼音 se。 those those 拆分为 th 桃花， o 淡， se 色，拆分为 th 桃花， o 淡，S-E 色。想象成
桃花旁边的那些蛋是彩色的。想象成桃花旁边的那些蛋是彩色的。